好英雄联盟。怎样的战斗在等你？也是，再饮两天。明天一天，后天一天，哎，大后天，哼，我就永远也不会迟到了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全军出击！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广东好夜，我很想去南，那个南方啊。我应该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去南方避一避。为更大的良善。哎呀，这老妖子偷摸摸我一下子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南方也有冷，我去那种不冷的天气，我去海南避一避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踩A 走，它发生了。踩 A 走。二段扣，三段扣 A 踩。走，这刮痧呀，这我已经流浪了，一看那里就有眼儿。不掉血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踩 AQQ 平 A 借个 Q 一走，不掉血，你看我刮着刮着是不是就掉血了？我的攻击速度好慢啊！踩住 AQ 一走，跳回来，刮着刮着发现没有？哎。快死了！这是来人了吗？什么打野？蓝枪的。我们别交易最好啊！呀！能扎着吗？哎呦我操，这都能扎着，好厉害，好准啊。我操，我就差这两个招我就能买药瓶了。攻击速度太慢了，算了，不搁这回了，不搁这回家了。
正好我们钱够了，哎，稍微等一会儿。那有眼儿，有就有呗，没关系。我死不了，他能打我多少血？他一套。不过这绿纹攻击速度慢的话，确实，我点的印性你知道吧？我并没有点那个攻速 ，Q A 太慢了，攻击速度太慢。三段 Q。踩住 A 一走，一段 Q， 两段 Q， 三段 Q， 干哈呢？我可以杀他了。三段 Q A 踩 A， 直接开 R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 Q 三连平 A 接踩。接平给走位，别让他减速到我。再 A 一刀，一个甩。为了防止他死不了，我决定再 A 一刀。还得是这瑞文的爆发呀！这要是个猴，指定是打不死。我说实话，瑞文这英雄也不是那么特别秀，你知道吗？咋的呀？哎呦我操！呀，这波有点狂妄了啊！这波，哎呀，你闪呢？我压根没想闪呢，我觉得传啊 A 不到我呀。传送一手，这不传送的价值体现出来了吗？要不然我怎么用传送？怎么还跟我打上了，兄弟？他跟我还对上了呢，这还，我这是单挑英雄，兄弟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那你能打得过吗？整个针眼儿，皮孩呢？快出来！他这腰子上来不放嘲讽，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哎呦，漂亮！没助攻啊！我以为他会立刻嘲讽，他没有嘲讽我，闪现没躲掉。闪现躲了个寂寞。黑切了，无敌了！哎呀！
差个炮车钱呢，好难受啊！这不差钱就算了。其实你应该直接从塔后边放的好一点，有点着急了啊。干哈呀这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80米长的大刀，你不害怕？折翼之舞，回家了，2500，差200，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波，这波有炮车没？你们下路不要了？那你这腰着的意义还在哪儿呢？到底要干哈？跟精神病似的。干哈呢？这是这么有意思吗？冰女儿啊，冰女儿可打不过。溜了，就这么两个小弟弟也要找我打一打，我的天！传送，包围他们！哎呀，连个助攻都没得，我本来以为我要双杀了呢，我应该闪过来，我觉得。我 A 跳弹，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嗯，呀，这不是我的人头呢，这怎么刚才杀的路了，扣又摁多了，一下摁飞了，人摁飞了一下。有蛤蟆没有？来一只，掐个蛤蟆。这可管不了啊！干哈呢？甩我！
我这一刀一刀扎到你的身上，你不疼吗？哎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一首2800的春歌一出，没有什么能打得动我们了。你要撕我的腿毛，我自己撕，不用你撕，行不行？这绿文也没必要出那幽梦啊。那捡西地够了，再出个幽梦鱼了。薇恩呢？我的人头，我感觉我不来，你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真的，兄弟。真的，这包女不一定能干得过他。你是感觉我不敢杀你是吧？可挺脆呀，这腰子。哎，其实我感觉瑞文这英雄也不是很秀嘛，也就是那种常规操作，说实话。不是很秀，他并没有亚索秀，我觉得。你不会，我会不会？他也就这仨技能，他怎么他还能多出来个猴的 W 啊？好痛！鱿鱼这不死了吗？鱿鱼，这种时候啊，就得赶紧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兄弟们，死的惨呐！我这回家了。我们先把这皮海给它出了，然后再来个紫雨林之泉。这绿文的操作僵硬，这英雄就这么几个技能，还能多僵硬？谁玩都僵硬。人头马终究不能变成凤凰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就这样。你看看俺们，你再瞅瞅那塞纳，
人与人的差距，真的是人与人的差距呀、啊，总是那么的大。人呢？哟，我操！你大爷的！我给你一刀！给我烟雾弹了！这烟雾弹确实应该削弱一波，我觉得。你操看我操作僵硬，你知道因为什么不？因为你在看我个人视角。你如果在对面，说实话，你就会说：“哎呦我操，这个瑞文怎么这么凶？哎呦我这瑞文都打不死，太猛了。”这种话，你是因为看了我的第一视角，你就觉得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太僵硬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嘛。”哎呀，你没有亲身经历，知道吧，小伙子？